奶茶妹妹张泽天在2015年嫁给京东集团 CEO 刘强东。24号晚有媒体报道，奶茶妹妹在香港分娩生下一个女儿。9月15号中秋节，有网友微博发出一张奶茶妹妹抱着宝宝的照片。该网友发文称，奶茶妹妹抱着她的女儿，这哪里像妈妈，分明就是姐姐呀，并附上一张奶茶妹妹手抱婴儿照片。照片中，奶茶妹妹对着镜头甜笑，十分年轻，实在看不出她已经是生了娃的妈妈。网友纷纷评论，这本来就是妈妈，怎么会像姐，毫无违和感。现在很多人很年轻就当妈妈了好吗？这明显就是年轻妈妈，哪里像姐姐了。